我们师娘谈的就是好呀。哟，这位公子面生的很嘛。公子，我马上就给你安排上好的房间。一看公子您啊，就是没有来过这些烟花巷柳之地，这一会儿我们的姑娘啊可比我热情着呢。来公子，快随我过来。来公子请上座。好。这位公子，您是要找哪位姑娘啊？今天你们严姑娘可还有空啊？不巧了，昨天已经贴出通告，严姑娘的场要挪后三天了。为什么？今天严姑娘有客人重金包场了，单独起舞呢。不过今天有我们十娘的场，姑娘您可以先看看。哎，你说谁姑娘呢？欢迎我做这一行几十年了，阅人无数，是龙是凤我一眼便能识出来。姑娘您啊也不必感到害臊。我这儿没什么事儿了，你要不去看看其他客人有没有需要帮忙的，我有事再叫你。这好吧。您看要是有喜欢的随时吩咐，价钱我们好谈啊。好。哎呀，殿下殿下，混蛋洗白川，我说这两天怎么见不着人呢？原来是跑去风流快活去了。事情都说老王风流，之前我还不知道，今儿我虽然长见识了，还有那颜如玉怎么跟胶水似的，添那么急干嘛？殿下，王爷到底怎么惹您生气了？您说出来，奴婢帮你。你帮我揍他。不是，奴婢帮你让御膳房减少给狼王爷爱宠雪狼的鸡肉供应，让他吃九成饱就好。九成和十成差别好大哦。谁说狼王惹我生气了？谁说我生气了？他洗白春左右拥抱关我什么事儿？他跟花魁春宵一刻又关我什么事儿？心情好得不得了，这个贪官狗官王八蛋风流子，我可算抓着你的把柄了，明天我就让御膳弄死你。汤圆，帮我梳妆，我要出宫。哎，殿下，你不是刚从宫外回来的吗？殿下，九王爷就在里面。九皇叔啊，身为皇族中人，一举一动都要起表率作用，像您这样行为不太检点可不行啊。学生今天心血来潮抽查一下帝都的风月场所，这不就拽着您了，那不好意思了。原来皇叔都已经宽衣解带了，看来本宫来的不是时候，扰了皇叔雅兴，真是不好意思。非也非也，皇叔见到爷爷来，所以才穿戴整齐，好恭候相迎。什么意思？爷爷看起来是误会了皇叔。皇叔来消消梦，并非寻欢作乐，而是有正经事要办。
燕燕看起来是不相信皇叔呀。若皇叔真的是为了公事，那便罢了。可这潇湘梦毕竟是风月场所，皇叔身为皇族中人，不合适吧？若与严姑娘真心相爱，何不纳入府？每天怎么听歌唱曲都名正言顺。纳入府？你。王爷，为什么要？你怎么在这儿？燕儿，你怎么回来的这么晚？你还来干什么？我来当然是向我的燕燕解释，皇叔虽然流连烟花之地，但绝对是清白之身，不信你查一查。皇叔清不清白，似乎跟本宫没有关系吧？怎么和你们有关系？当然有关系。燕燕要是不理皇叔，那皇叔可得好难受了呢。乖，别生气了，陛下找皇叔过去一事，我先去一趟，明天再找你玩。殿下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啊。嗯。哎，汤圆，嗯，去皇叔呢？王爷一早就出宫去了。出宫？嗯，难道又……哎，殿下，你去哪儿啊？潇湘梦。潇湘梦。骗子。燕燕还要在我怀里待多久啊？现在怎么找不着了？什么我女人？不是你女人还是我女人啊？孟玉儿，我要是英年早逝，那就是被你气的。哎，喂，是你害我失了线索，我才要气死了好不好？西白川这个王八蛋，气死我了。我敢用人头担保，绝对是化骨香。我听说啊，城郊吴家镇外有一户人家以捕蛇为生，那户人家的儿子呀，曾经上山捕蛇时不小心被五步蛇咬了一口，当场就毙命，还是上山砍柴的樵夫认得他，把他背下山时身体都发了凉。可你猜怎么着？难道那人又活了？五日后啊，那樵夫又看见那人在捕蛇，要不是青天白日，还以为见了鬼呢。这是顺熙十七年，皇帝下令，再敢以化骨香妖言惑众者，罪同造反。这位姑娘，我们也只是随口说说，你可千万高抬贵手，别为难我们呀。好说好说，其实我也只是好奇而已，不知道二位还知道什么，不如分享分享。我真的只是好奇而已。这几年啊，黑市里突然流传起化骨香的传说，
我们也是觉得怪异才多嘴几句，具体当真不知啊。我也劝姑娘别趟这趟洪水，省得惹祸伤身呢、啊。黑市啊，殿下，怎么样了？果然不出殿下所料，黑市里确实流传着化骨香的传说，并且还有人公开叫价，一克100两黄金。叫卖人是谁？叫卖人名叫陈武，此人和帝都歌舞坊潇湘梦来往甚密，我怀疑这化骨香和潇湘梦也脱不了干系。又是潇湘梦。王爷，殿下已经察觉到此事了。王爷，那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呢？现在时机还不成熟，切勿打草惊蛇。嗯。殿下，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这样，你伪装成要购买化骨香的商人去会会那个陈武，毕竟这东西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，虽说传言不可信，但毕竟无风不起浪，高祖当年开国时记载的也有些玄乎，所以还是弄清楚真假比较好。找谁呀、啊？你是陈武。你是谁呀、啊？你不用知道我是谁，你只要知道我是花姨带过来的人。我不认识什么花姨。哎，你要干什么？再不走，我要报官了。化骨香。花姨告诉我，你这里有化骨香出售。那，他别的没有什么话要说？这，你走吧，这里没有你的东西。嗨。殿下，怎么样？有没有从陈武手中搞到化骨香？他们好像比想象中的要谨慎很多。我也猜到了，毕竟化骨香在黑市流传了有一年之久，我们都没有发现，证明他们保命的很好。要想从他们手中找到蛛丝马迹，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不过也不是全无所获。嗯？从陈武的话中，我们可以确定，他们和潇湘梦绝对有莫大的关系。潇湘梦？这个潇湘梦到底藏了多少秘密？殿下，要不要我去潇湘梦再去探查一番？不用，我有一个更好的人选。殿下说的是？九王爷。不行，我已经接触朝堂两三年了，我怎么还是有事儿就想到九皇叔呢？不去。话又说回来，我不找他，我还能找谁呢？孟玉儿，你活该被人欺负你。老师，哟，这太阳是自打西边出来了。我记得上一次殿下这么叫我，还是8岁那一年。自打那儿以后呀，心情好的时候就叫皇叔，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叫全名，真的是太不尊师重道了。哎呀，那不是以前学生不懂事儿吗？说吧，这次找我什么事儿？不知道皇叔听过没有，京城又流传起了化骨香。啊？你也知道化骨香？偶然听到的，就让裴普和去查了查，发现此事牵连甚广，连潇湘梦也有了关系。可是我也没有线索，也不知道从哪里查起。所以你觉得我跟潇湘梦的关系好，想让我替你去查消息？皇叔果然是神机妙算。确有二分。所以，潇湘梦真的有化骨香吗？你急个什么劲儿？且不说现在云里雾里，就算潇湘梦内真有化骨香，我们也得拿到证据，才可以。有道理，那这件事儿就拜托皇叔了。这样啊，你既然可以帮我查线索，又可以去见你的严姑娘。孟玉儿，你脑袋被门夹了，我要真去找她，你以后不得后悔死？我有什么好后悔的？九皇叔，你就说这事儿，你帮还是不帮？不帮。不帮就不帮，查
常找也是潇湘梦的人，我就不信我问不出什么。那我打赌你这一次是一点有用的消息都打探不到。你等着瞧你。这是西域特地进贡的花茶，我一拿到就想到了昭仪娘娘。殿下有心了。看来你这是什么也没问到呀。要不是你不肯帮我，我至于赔了夫人又折兵吗？燕燕，来看这画画的像不像。你在画我？嗯，昨日西域使者进贡了一些玫瑰花，就想着将你与花一起画上，那定然是极美的。你哎，无耻，你把我的画还给我。哎，殿下此言差矣，这是我做的画，怎么能称为是你的呢？你画的是我，这就是我的画，给我。怎么，哪条律法规定我不能画你了？你这是亵渎我。殿下此言差矣，我这是爱你。哎呀，我要杀了你。爱之深，恨之切，殿下我懂得。西白纯，你怎么不去死啊？本王是死过一次的人了，不是殿下你送我上的断头台吗？不对啊，我是狄公主，我跑什么呀？不是殿下你送我上的断头台吗？西白川，你到底有什么秘密瞒着我呀？殿下。啊，裴大人。殿下这是要出宫？是啊，你也要出宫吗？那一起吧。裴伯，你笑什么？殿下，九王爷又惹您生气了。你别跟我提他，他就是个大猪蹄子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的殿下，你出去那么久，我还以为你不敢回来了呢。你少自作多情了，我只是不想听你胡言乱语。我出去看看花，赏赏景什么的，不也挺好的吗？你什么时候见的裴普和？你怎么知道我见过裴普和？你手上这个簪子是大理寺准备送给熹妃的寿礼，我见过一次。就你眼尖。你别转移话题，我问你什么时候见过裴普和？就刚才在御花园啊，我送他回府，他就送我了这个，说如果我喜欢，可以再送我。我有没有跟你说过不要跟裴普和接触？喂，西白川，我跟裴普和从小一起长大，如果你怀疑他，请将证据拍在我面前，不然谁知道你我什么。皇叔，我跟裴普和走得近，你知足了。
你先说。你不是对华古香的事特别在意吗？啊，怎么一遇见裴普和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？你以为我是你啊，风流子？还不是因为那个圈子太过天衣无缝了，我怎么钻也钻不进去，我也没辙呀。过来。怎么？这常昭仪入宫之前，在潇湘梦的地位极高，他知道。我这啊刚得了一批上好的虎皮，交给内务府做来几件斗篷，这不刚完工送过来，一会儿啊你去挑一挑，要是喜欢尽管拿啊。母后说的可是西域特使带来的白虎皮？西域特使带来白虎皮啊？母后，儿臣那边还有点事儿，就先走了，儿臣告退。这几日西域特使有进过宫？回娘娘，据奴婢所知，这西域特使前几天确实进了宫，而且什么？而且还特地去拜访了一趟常昭仪。西域特使是否有给常昭仪送拿上好的白虎皮？这奴婢就不知道了。那西域特使好端端的去拜访常昭仪做什么呢？说是去看望昭仪娘娘，并祝她早日诞下龙子。混账！但本宫不存在吗？就算那贱婢生个儿子又能怎样？顶多封个妃罢了。吩咐下去，立马摆下书房斋，我倒是要看看她胆子有多大。你说这方法管用吗？这皇后又不是傻子，常昭仪也不是省油的灯啊。皇后善妒，你在她耳边这么鼓吹一番，她必要去书房斋大闹一通，你的目的也就达到了。你这么盯着我看干嘛？没想到皇叔也深谙后宫之道啊。燕燕是要做皇帝的人，皇叔定然要知道一些后宫之道了。我的后宫跟皇叔有什么关系？难不成皇叔是想想什么呢？殿下殿下殿下，书房斋刚刚真的闹了一场。怎么样，快说。皇后说有人在书房斋放蛇，所以带人搜查了书房斋里里外外，可最后什么也没有搜到，便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可能是听错了，让他们走了，气得常昭仪眼眶都红了。放蛇，亏皇后想得出来，走，该我们上场了。皇上，去把花拿来。怎么了？那，送给你。送我花？就剩这一株了，你要是不要，我可给别人了。要，当然要。殿下对王爷似乎比以前好。那是自然，他救了我一命，还帮我出谋划策。这人虽然是讨厌点吧，但是终归是我这边的，我对自己人什么时候差过？可殿下不是说过王爷不得不防？也许
是我误会他了呢？那如果有一天王爷不帮你了呢？这件事儿你就别多问了。赵姨娘娘，今天的事儿我都听说了，确实是皇后过分了。什么我宫里有蛇呀，就算我宫里有蛇也咬不到她那去，用不着猫哭耗子假慈悲，分明就是借机寻我麻烦。汤圆去打盆热水来。你每天在外面处理正事，回来不去休息就跑来看我了。虽说你是我父皇的妃子，但平日里我是把你当朋友的，只是皇后那边我毕竟要喊一声母后，可能也没办法帮你出头。我今天得知一件事，或许跟皇后送你宫殿有关。什么事？传说你宫里有化骨香。你说什么呢？这种话可不能乱说。平白无故的，我当然不会这么说。我也是听下人们说的，他们说潇湘梦有化骨香，你来自那里，自然也是有的。皇后娘娘可能就是听信了这些话，才来搜你的书房斋，就是想人赃并获治你的罪。恐怕要让皇后娘娘失望了。什么化骨香？只不过是普通的药粉罢了。化骨香真的只是普通的药粉，不能起死回生。或许世上真有能起死回生的化骨香，但潇湘梦内卖的化骨香绝对没有那个功效，只不过是骗人骗钱罢了，想要拿这个治我的罪，真是可笑。这化骨香如果只是普通药粉，那吴家镇那个被毒蛇咬死又起死回生的人是怎么回事？如果真的没有疗效，还花了这么多钱，怎么就没人闹起来？玉儿，你该不会是在套我的话吧？没有，我只是觉得不可思议罢了。有什么不可思议的？虽说化骨香已成了禁药，谈之色变，但江湖中暗地里打着幌子行骗的人也有不少，他们就是抓住了买主知道受骗也不敢张扬的心理，肆意的敛财。潇湘梦是大地方，后台又足够的硬，更没人敢声张出去。原来是这样。唉，没想到昭仪娘娘以前的日子过得这么苦。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流落烟花之地，又不肯委身，日子自然是苦些。看什么呢？这么专注？没看什么。皇叔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接你。
只有一个。父皇，奏折你写的？是。你是怎么看待此事的？化骨香已经在帝都发酵了一年多，最近才露出马脚，而且传言也越来越玄乎。我看他们是觉得时机到了，准备开始大肆敛财。儿臣认为必须尽快拔除毒瘤，斩草除根。朕准你彻查此事，但有阻碍，杀无赦。殿下，你又在想些什么？愁眉苦脸的。我在想怎么混入潇湘梦。那不简单，您是殿下，还不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那不行，我是去查案的，要是光明正大去，人家肯定有防备心，那我还查个屁呀。要不女扮男装？更不行，我上次一眼就被华裔识破了。哎，小汤圆，小胖墩，来来来，来本宫这儿坐。殿下，奴婢可不是随便的人。嘿嘿，这可由不得你了。不错啊，不错不错。殿下，你可饶了奴婢吧。那可不行，我辛辛苦苦给你打扮这么久，你说不去就不去啊？走啊。殿下，人家一点经验都没有啊。哎，汤圆，你要是女孩模样这个样子，那也勉强算可爱，可是你现在这个模样有点恶心了。殿下，奴婢对你忠心耿耿，你怎么舍得让我丢这么大的人啊？好，你这样想啊，你这不是学会了一项新技能吗？啊，这样，等你回来，我让御膳房给你做好吃的，怎么样？那我要吃五香钱。好，跳跳跳。哦对了，你要记住啊，你呢是城川县来的大商户老板，这一次是来帝都做生意来的，慕名前来看美人，而我呢是你的小账房，你有什么事儿交给我就行了，明白了吗？殿下，可我不会演戏呀，要是露馅了怎么办呀？你不会揍我吧？当然不会了，顶多就是让你照看几天雪狼王，我相信啊，他肯定很想你的啊。啊！一边是殿下，一边是雪狼王，两边都这么可怕，可为难死我一个小宫女了。哎，殿下，等等我呀！哎呀，二位爷、哎，我们爷不喜欢年龄大的女人。二位爷可是第一次来我们这儿吧，您看看有什么需求尽管吩咐，我们潇湘梦那在整个帝都都是出了名的服务好。我们爷是做大生意的，这次来帝都专门来寻乐子来的，听说你们潇湘梦有个顺国第一美人。二位爷说的是我们的花魁颜如玉姑娘吧？我们如玉姑娘的名字啊，那是响彻全国，有多少富甲一方的大老板都慕名而来，只求看她一眼呢。啊，那，把你们家如玉姑娘给我找出来。这可不巧了，如玉姑娘啊，每月只表演一次，这平日里跳不跳舞的，那可是要看她心情了。那把她叫过来陪爷喝杯酒总可以吧？我们姑娘今日有客，不过我们潇湘梦最不缺的就是美人儿，要不我给两位爷再找两个来。又有客人，不会是戏啊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她不是不接客吗？如玉姑娘是不接客呀，可她架不住银子砸呀。你这是瞧不起我啊？老子特别有钱，你说一千两黄金够不够？不够，两千。哎，爷，我们家没那么有钱。
钱都在夫人那儿呢。那既然严姑娘没有空，那把你们十娘请来吧。这那二位公子稍等片刻，我亲自去把十娘请过来。啊，好。哎呦，老天爷，这人傻钱多的，老是点一些不好接客的主。哎，你可以啊，小汤圆，千两黄金，我说你也太膨胀了吧。我这不是入戏太深了吗？不过殿下，一会儿杜十娘过来，我该假成什么呀？这样，一会儿她来了，你就跟她喝酒，然后喝一杯你就装醉，就说把剩下的事儿交给我就行了。哼，殿下，其实我觉得吧，假装老爷其实挺有意思的，不然你把剧本告诉我，我继续演。我告诉你，你可不要自由发挥啊。常昭仪跟我说了，说潇湘梦里杜十娘才是最聪明的人。爷，十娘来了。